那我说这烩面吃着了，跟喊你老板下给么吧？俺早就说想吃了。拿下去就是噻，反正今天没啥事的。上去赶紧收拾就走，等儿班车都过了。我换件衣裳都。哦，乖子，哎呀，乖子，来个拜一下不？哎，还要你搞个牛奶哟？哎，这边，哎，下你个下。在耍都？去洗菜。其实你们不用送些啥来的，我回去嘛，我就晓得领些啥来了噻。哎呀，我挨着要来看哈子乖子到说到。看哈子乖子嘛，一方二辩嘛，又来，不是从我起来去偷呢，这借口到嘛。咋子借口啊？想来就来呀、啊，这个都是你们的碗。害怕，不好意思。你弄大一谈谈看。背着很累。哎呀，放学了，冷不冷？哎呀，说完了哈，刚才老三洗了澡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。我是，衣裳都还堆起个。娃娃也是。老王，你抱着娃娃。我把娃娃你给收拾了。要得。来吧。你也可以。哎，姐姐。你也可以。哎，姐姐。哎，姐姐。啊。拉了爸爸，要撸点肥皂，还在这行不行？要。我喊你刷哈，你还。哎呀，你都累得很，我来嘛。你们屋头还不吃累啊？哎呀，我们不累。妈妈喊家的。穿嘛。赶紧哈。来点也是。烧谷草，我们的那烩面装了好多罐哦。这种皮皮得两罐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手缩了，然后洗一洗，洗就洗得干净了，知道了吗？慢点放。不管事。老王，我来包娃娃，你去把饭煮起。要得，别来那个去。来嘛，乖乖。哎呀，我们的乖乖。快点搬菜哟！来了。好，好。我上哪个煤豆腐啊？你上了吗？这是冻上来的，合适了，嗯，真的合适了，合适的很。哎呀，你给妈妈打个电话呗，这样过年可喊得我这儿。哎呀，要请噻，你不请他出来？你等下，我们吃饱了就回来。要。今天还不可以过年，那棍子都倒了，那该我们喊来过年才对头的噻。嗯，是不是嘛？嗯，那个在那打我电话给俺，我来喊姑娘，在那干说不得吃饭。妈喂，过冬的嘞？过冬的呢？你的新家，你的新家有话跟你说不？我新家在哪里？你新家在这里啊！你的新家说。新家吃饭没有？谁啊？我吃了。我今晚跳着走走，喊你这样来，我打电话，然后喊你过来过年，我们一起过年。我看一下先。哎，看一下姑娘。到时候看一下都。就看你们两个努不努力。哎，我应该是安心的喊了他。还来过来，他也过来喊一下，亲家过来说，过亲来过年，叫亲家说，你又没得再亲你的了，你就是亲了的，你说了哪个孩子？我一定来，好，好，这边你们再见，再见，我给你。